醒了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最美的不是晨曦，而是梦醒时的你。我确定，阳光与你都在，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未来。早安，娘子。早安，夫君。今天不办案，知不知道？出去出去！我乃新任大奉巡城司御史。我乃新任大奉巡城司御史的跟班。安静。从今天开始，巡城司的规矩得改改了。每日上班需在东东上打卡计算考勤，迟到早退旷工都将进入最后的考核之中。快，最重要的是，巡城司将采用末位淘汰制，以每日处理事务的实际和百姓的口碑反馈作为主要的考核标准。请假需要审批。大人，我能请假吗？不行。加班可以调休，尤其是晚上加班，我们将提供夜宵和预约打车送到家的福利。下班。加油！加油！这招真是立竿见影啊！成就感和荣誉感是一个人最好的强心剂。来，好多谢。这个也想要、这个也要。你好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办？两文钱一个。好，我们要两个。客官慢走。这个。啊。如此人间美味，为夫还想再尝一次。夫君现在很会吗？那都是因为娘子你教导有方啊。一起品尝夜市人间百味，打卡成功。小姐。小姐来，
好险！你怎么都开始咳血了？不行，我要去找姑爷。冬青，不许去！小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得尽快寻求医治啊！我的病我自己知道，已经无药可治了。除非找到古画，回到我原来的世界，我早就不做幻想了。不会的，姑爷那么厉害，那么有主意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冬青，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在乎他，也最怕他难过。我一直当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你还认我，就不要告诉他。只希望在这个世界能够有始有终。你帮我去把鱼鱼打车的股份文书找出来，我还要去跟一个人告别。